眼睛是和世界交流的窗口，接下来我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现在将你眼睛的目光集中注意在这个画面的最中心点，在倒计时没有结束的时候，眼神不要挪开，调整自己的呼吸，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。现在立刻将你的目光转向你的手背。如果说眼睛是和世界交流的窗口，那右边的爱心就是我们沟通的桥梁。Еще раз,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, ух, ух, это...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